大家好，看看如何让我这个六十几岁的人，我的法令纹能够少一点，不要那么深，能够减龄，看能不能减到二十岁。不要那么贪心啊，四十岁就好，四十岁就好。法令纹少一点，不要那么深，鱼尾纹还有抬头纹，让我变得更漂亮，更有自信，走起路来抬头挺胸。刚好这一次呢，我有一个客户真的是太幸运遇到他了，他告诉我，我们有一套美容的护肤商品，增加了我新的美容概念，让我的新的美容概念更突破了一层。你们是不是想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眼睛这么一亮呢？就是这一个噔噔噔，品墨尔，它都是引进国外的商品啊，一些原物料，然后跟台湾的生技公司研发出来的一套商品，让你们看看哦。总共有十四项的商品，现在让你们荧幕上所看到的就这十四项，还有面膜，还有洗脸的，还有这个吸啊，还有精华液都有啊，全部都有。应有尽有，你想象得到的。哇，还有你看，还有这个胶囊哦，神仙胶囊，让我们变得美美的。当然呢，我都知道了这样的讯息，一定也分享给你们的，不然我就太自私了吧。当然，所以呢，我要跟告诉你们，异业联盟真的很重要。我做服饰的，做批发，做一二十年，刚好我这个朋友，这个客户来推荐，哎，让我体验了一下，还蛮不错的哦。所以说呢，你想要异业联盟，增加你的收入，让你的朋友或者让你也变得漂漂亮亮的，记得赶快去找三个、五个。来体验一下这十四项的商品，让这些商品来说话，不用我说，也不用你怀疑，你体验看看就知道。你只要有意愿，私密我，一定让你变漂亮、变美丽的。我们会有一整团的美容师到你的店里面去给你们做服务，完全不需要支出任何的费用，就让你体验看看。而且你想问的问题都可以，随你想问什么都可以问，一定让你有问必答的哦。所以今天的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对大家有帮助。因为新冠性病毒大概这两年多对大家的冲击相当的大，加上 Omicron 高峰期好像即将来临，有在喘吗？不能喘，深呼吸，深呼吸啊！不要紧张，记得家里的老人小孩记得戴好口罩，记得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我们一起防疫，一起努力，而且一起异业联盟，让我们一加一大于二，好吗？有喜欢的，想体验，增加一点收入的，我想相信现在没有副业，一个人没有副业应该少了，每个人多多少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也是很不错的哦。我相信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丽，接触更多的人，增加更多的人脉，这个是很好的啊。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。